是上班时间非常弹性，给员工极大的自由。应该只是谈下班不谈上班，大家一起下班吧。公司可以提供资源让你培养各种技能。说白了就是打他什么都干吧。我们公司天天面积给我你上班激动的人，应该只找到那种没见的菜兵，然后离职率很高吧。恭喜你获得这份翻译的工作，谢谢。雪莉，哇哦，珍妮佛罗培兹。我说雪莉。不是学历哦哦，我是新人。那你刚来公司不是新人是什么？哦，没有啦，世新大学啦，世新人。哦，对。哎，那面试官您呢？哦，我是建的。真的建的。实践大学。哦。公司上班时间非常弹性，给员工极大的自由。应该只是谈下班不谈上班，大家一起下班吧。公司可以提供资源让你培养各种技能。说白了就是打他什么都干吧。我们公司步调快，需要跟得上的人才。应该是人才不够，两天回来一天干。我们公司天天面积给我你上班激动。应该只找到那种没见的菜兵，然后离职率很高吧？恭喜你获得这份翻译的工作，谢谢。欸，请问您的工作经历是？请问您的工作经历？嘘。那请问？嘘。那您觉得您的？嘘。您在职场上有优势吗？嘘。你希望的待遇是？嘘。恭喜你录取我们图书馆员的行列了。欸，我想请你自我介绍一下，谢谢。啊，简历上有，自己看吗？欸，我是想说，可以再请你大概的再介绍一下你自己这样子。哦，简历上有。好。欸，那你有什么专长吗？没有。欸，好，那你有什么兴趣爱好呢？没有爱好。那你觉得我为什么要录用你呢？那你叫我过来面试，你不就是要录用我吗？嗯，对，好。欸，没关系，那您可以先回去我们的。啊，我毕业！你是哈佛毕业的？啊，我不是叫你看简历了吗？啊，行，这行，二成。还请了小三倒杯茶。等一下，哎，哈佛毕业的喝汽水。哦，汽水啊，小三。有没有什么相关证照？哦，有的有的，我有三张证照，而且很常使用，常常有叫我拿出来给他看，看完都频频叫好吧。哪三张？拿出来看一下。行照、驾照、护照。啊，现在疫情期间，我还搭配一张小黄卡，打满3剂的证明。你是他妈来整我的，是不是？有谁看到会叫？啊，就警官跟海关啊，他们看到我拿出来就说好好好好。看到你履历表说你心跳很快。哦，是蛮快的。考你一下。好啊好啊。16789乘以23456是多少？3567894。不对啊。我快是快啊，但我不一定准啊。反应挺快。滚！你为什么会想来我们公司上班呢？你愿意为了公司免费加班吗？我上班是不用工资的。你在开玩笑是吧？啊，你已经先跟我开玩笑的。那你有什么专长吗？啊，快速变胖算吗？欸，那您是学什么的呢？哦，学建筑的。欸，那你学建筑怎么不去应征建筑相关的行业呢？啊，你长那么矮，你怎么不去应征儿童服装模特？走开！啊，请问你有什么人格特质？我儿子是一个认真负责啊，然后诚实正直的人呢。欸，请问一下你的长处是什么？哦，他从小就是有组织、有效率啊，还有良好沟通与协调能力的人呢。啊，请问一下你的短处是什么？我们家罐子哦，说追求完美哦，浪费太多时间，我就会拖一点点进度啦。你认为你适合这份工作吗？我相信我儿子有相关技能与经验，能够胜任这份工作并迅速适应新环境。恭喜来，你录取了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台大毕业三重人，目前没有任何的工作经验。哎，欸，台大毕业也很屌哎。欸，那可以请您介绍一下您自己吗？哦，你好，我清大毕业，哎，欸，工作经验15年，经历过社会的摧残，当上今日的面试官。当面试官有遇到什么挫折跟困难吗？像有时候会遇到一些求职者迟到啊，所以我会导致我后面的事情全部顺延。哎，欸，干他妈的，怎么变成你在面试我啊？抱歉，因为人资是我梦想中的工作啦。哦，还抢饭碗啊？所以你是邓紫棋。进去除了唱歌还有什么特殊技能？为什么想来我们公司上班？为了赚了有成本。所以你是邓紫棋。听说你是住在啊，这样离我们公司会很远呢。录取多久后可以上班？以后也别想来了。进去除了唱歌还有什么？拍照、睡觉、睡觉啊。那还有什么特殊技能？为什么想来我们公司上班？为了赚了有成本。你认为服务是什么？是一种折磨。不要再 build 了。
你说什么？说我爱你到永远。最后你有什么问题想问？我没想到。下一位。所以你叫王心凌。你看起来很紧张哎，要不要先深呼吸一下？那你为什么会离开上一家公司啊？他把我是发生了什么事吗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可以跟我说。那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，我们会有某几天需要加班哦，可以吗？OK， 明天直接来报道。蔡依林，蔡依林，人呢？好，请坐。刚刚怎么没看到你啊？你有什么特殊技能吗？那你觉得你有什么缺点？最近是我们的旺季，要常常加班哦。下一位。所以你叫林宥嘉。好久不见。你说你多久没出来工作了？整整六年。那你之前有做过什么样的工作啊？雪像花店。那有结婚了吗？是有过几个不错对象。可以用看看交友软体啊。我不需要。最近的塔罗配对新功能很好用耶，而且每晚九到十一点都会开启配对功能，帮你找到命中注定的那个人哦。就让我这样到老。那可以接受偶尔加班吗？我不介意。OK， 那我们明天见。配珍珠奶茶吗？那你要大珍珠还是小珍珠？我需要你的帮忙。那这样是50元哦。请帮我数数看，我现在有多少钱好吗？喂，店长，我要辞职。你好，欢迎光临。嗨，我叫 Dora。小姐你好，请问今天想喝点什么呢？我们需要你的帮忙哦，一起说 ice cream 冰淇淋。所以是要一杯冰淇淋红茶吗？那这样是50元哦。请帮我数数看，我现在有多少钱好吗？ One, two, three, two hours later。好，小姐，那这边送你50元哦。冰淇淋红茶好了，那喝之前记得先摇晃一下哦，谢谢。喂，警察吗？我们这边。你好，欢迎光。嗨，我叫 Dora。我知道 ，I know。今天要喝什么呢 ？I need your help。让我查一查地图。看菜单比较快哦，谢谢。一杯珍珠奶茶吗？那你要大珍珠还是小珍珠？我需要你的帮忙，选择 B little。Hello， 小姐，有听到我说话吗？要大珍珠还是小珍珠 ？B， 一杯真奶好喽，谢谢。嗯，还有什么事吗？如果你发现了狐狸，请大叫别捣蛋。喂，店长，我要辞职。喜欢这个优质的创作者，就赶快去 follow 他哦。你有发现其他更具爆红潜力的影片吗？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！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。